欢迎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，看谁最幸福。我幸福，幸福。欢迎观众朋友，每天晚上七点钟在三立动物台30频道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。今天的五星级料理是纽西兰的顶级海陆大餐。先看看我们会吃到什么样的食材。好的，欢迎四位有口福的好朋友。哎呦，有一位已经吃太饱，还要来，也奇怪了。来，欢迎。邱正义、夏雨欣、钟欣凌、阿达，欢迎四位。欢迎四位，你好，可爱。谁吃太饱？阿达，我，阿达，我一直都吃。你有来啊？好，那就是你了。好，今天听说你陪着你的闺蜜来上节目。我闺蜜，你们怎么可能会是闺蜜呢？我们是闺蜜啊，我们就一起啊。王子，不要哭，说，演艺圈那么黑，没有了。我们之前有拍过一部戏，《爱上巧克力》，也是三立的戏。闺蜜听说出专辑了，对，耶，专辑名叫做《Attention Please》。全台签唱会，对，我11月24号正式发行，这是我出道11年以来第一次个人的音乐作品，真的耶，第一次个人的，对，个人。12月2号在台南南方公园、高雄梦时代，然后12月3号回到台北西门町。这是你的这张专辑跟以往有什么不一样？我觉得以往大家可能对我的印象可能比较斯文一点、高冷一点，难道不是吗？但不是，我私底下其实是很欢乐的。所以我有点傻，搞笑的。对，所以我这次带来主打歌是比较嗨的唱跳歌曲，而且他最近那个也有唱那个主题曲。对，我之前戏的宣传，你是歌迷的，没有，我是公司的，哎，然后只是跟着来宣传的，计划。好 ，Attention， 这是他的11年来的第一次首张自己个人创作大碟，对，哦，谢谢他的闺蜜啊，谢谢。忙进超省时的海陆大餐，首先欢迎邱宝郎师傅。纽西兰的海陆大餐，我们先从鹿开始。哇，气候温和的纽西兰的畜牧业相当的发达，当地所产的小羔羊呢，以野放草饲的方式，所以羊乳呢饲养到6个月大，肉质非常的粉嫩细致，所以呢，哎呦，最可怕是完全没有羊膻味。来，下一位，真的。就是海的部分呢，生长在纽西兰跟南极之间的那个深海鳌虾，它生长环境呢，因为非常的冷，温度很低，因为在250到1000公尺深，它的生长速度呢就非常的缓慢，所以呢，它不仅外表很亮丽，更造就出它鲜甜的肉质，更被誉为虾刺身的首选哦。它的年产量，注意听好了，不到1000吨。哇！邱宝郎师傅带来的两道。是不是、啊、是两道。第一道叫做我们的梅干菜烧鳌虾。哇塞，梅干菜客家香气，姜汁小羔羊，黄瓜盅，姜汁黄瓜盅啊，对，哦，8分钟做完是吧？哇，真的太厉害了吧，太敢做刺身吧，准备哦，计时开始。好，来这里我们的小鳌虾，把它就是里面肚子这边把它拿掉，因为待会你们比较好吃。好，来这里。哇哇塞塞塞！今天玩那么硬啊！八分钟。8分钟两道菜是个考验，真的。而且两个味道完全不一样。好，来这里，我是运用一点点的蒜头、辣椒、一小汤匙的蒜，对，蒜末、辣椒末。然后这个福菜呢，我把它洗的，所以说这个咸味去除掉，待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虾的味道。好，来这里，噼里啪啦，时间过了，可以1分钟。哇，你今天好紧张，炸饭好香，炸饭熟，我们就直接要把它放进去了，好香哦，这个虾的香味，哎，这真的是一个速度的菜，哇，好奇妙的结合哦，对啊，香哦，哇，那么多，哇，好好看哦，来一点点的鸡汤，哇，还有麻烧味一下。一碗嘛，怎么一点点？汤圆要倒一点点汤。它其实是有点湿湿的菜，对不对？时间过了2分钟，来一点油哦。我用姜的味道，姜末，对，一汤匙的姜末就够了。哎呀，你酒吧没断啊！我来啊，快点，赶紧吃啊！你们两个找机会要演夫妻哦，适合，非常适合。好，来这里，我们加一点点绍兴酒。为什么要加绍兴酒？不是这样。因为呢，绍兴比较香一点，然后一点点糖，然后来一点点乌醋。哦。
增加的层次也可以去到它不需要的味道。对对对对，增加了层次。好，盐巴、香油，快起锅喽！羊肉熟喽，是熟了，熟了，熟了，就这而已，剩下一半的时间，吃一点点就哇，超快的耶！所以你要这个你的小羔羊肉是跟着黄瓜片一起吃。对，增加那个脆爽，脆爽。这样好棒，这样营养好均衡哦，不然其实都只有肉。这样光看会流口水嘞，哇，好香啊！羊肉是香的，好的，很温补。哇，你还加军舰寿司吗？哇，所以其他刚炸完就已经好香。嗯，来点盐巴，香哦。来一点点糖，好的，香哦。来勾一点点芡，我也可以把它当年菜，也不错。哦，对。可以哦，因为其实这种鳌虾一盒15只大概就要3000块。什么？真的吗？这么贵啊？对。好，来最后香油、白胡椒粉。最后一分钟，加油！站起来，站起来！哦，这肉质非常的好吃哦。我们今天大厨都不惜血本做了很多事情。对对对，你不吃到，没有吃到你就会后悔。哇，好贵！那个福菜真是迷死人了。真的，最后香菜。哇塞！逼死谁？完成，来完成，完成，好棒！八分钟，想吃。好，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吃到啊，分组进行。哎呀，各就各位。1、3、5或2、4、6，嗯，好的，交叉战，嗯，猜拳决定，队长猜拳，石头布，五，我们要单数还是双数？我觉得我们单数，单1、3、5，我们先站好。好，那我们你站第一棒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第三，对，我在最后。那我第二。好，那六，那你们谁六？那我最后，那我这样，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没有输哟。好，看到口诀了啊！看到了，手要举清楚哦。好，没超过耳朵的都不算。对，好，没超过耳朵的不算啊。好，预备，开灯。海陆大餐，你买到三十四之前吃三，五，哇哇哇哇！来点，开了。海陆大餐，你买到三十四之前吃二，没有，哎呦，海陆大餐，你买到三十四之前吃二，没有，海陆大餐，你买到三十四之前吃一，哎呀，海陆大餐，你买到三十四之前吃三，有，成功成功，恭喜恭喜。怎么会？哇！来来来 ，Go！ 是哪个？是中间你准备？是我。没关系，海陆大餐你买到，这是四十几元钱。二。有了！耶耶！加油加油！换我们。海陆大餐你买到，这是四十几元钱。三。没有。海陆大餐你买到，这是四十几元钱。一。这是一种逻辑思考。心理学一面倒，英文一句啊 ，mental game， 哇，小羔羊啊，第一道，好香啊，好香，哇塞，好幸福哦，嗯，非常香，哇，怎么会是这个肉质啊？我们下一次一定要赢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我们可以这样吃，你这个层次感太猛了吧？完全没有腥味，完全没有。没有羊肉加黄瓜会不会很奇怪？不会，不会，因为它一咬下去的时候，那个水分，水分，水分，那个脆的口感混合它那个汤汁，哎呦，哇塞！然后锅子一颗一颗爆开来之后，像放烟火，放烟火，好贵哦，你放烟火，放烟火，真的好，那一点羊香味都没有 ，Oh my god， 可以吗？帮你加，哇哇哦，好黏哦你，有辣。受捏了，所以它是像什么样的质感？是龙虾的质感，是泰国虾的质感，还是小龙虾的质感，还是虾仁的质感，还是虾脑？好了好了，虾皮的质感，你讲一口，掉下来了，虾太多。我觉得像偏明虾，偏明虾，偏明虾的感觉，但完全可以感受到它的生长压力，跟它在那个环境当中。在那种很压力很大的地方，这样求生，算是厉害了。嗯，东哈拉秃马，秃马去了，果脱嘞，超甜的，拍手，成功哦，谢谢。四，太少了吧？拜托不要，十，那没碰到就不要了。王子毅，四，哇，三，四或三，十一，太大了，好啊！
喝的、啊。四跟三，哥哥你四跟三，四。再四杯，我上一次来这么小杯，上次是小，我们现在换大小，下次来是一桶一桶。我喝两杯啦，那么好，你喝两杯。嗯，邀请两位五星级主厨，欢迎。詹姆斯阿基斯，请。哇哦！纽西兰海陆大餐，一边做虾一边做羊。羊。一开始我们吃了两道，对不对？八分钟做了两道，现在完整做两道五星级的内容。虾，深海熬虾。詹姆斯带来的这道菜叫什么？油焖熬虾。油焖熬虾。对对对。哇，在干嘛？倒那么多香油进去哦！哇，是香油，这是不是沙拉油？这是一半一半一半左右。现在这边的油，待会我都会用。嗯、那我会用。对，我会把它拿起来先炸虾，炸了虾之后，这边是不是很多虾的味道？对。再用这个油嘞，去把所有的香料拉出来，有点像辣的。最后是把这些虾子泡在油里面。你吃的时候有点像麻辣小龙虾那样，好特别，好强哦！这么多花椒，哇！我们现在把它全部都对半，先把它切开。为什么？让它待会在过油的时候，肉会比较容易熟。哦，而且它腹部很多刺。对啊，这个虾很简单啊，它拔不是这样拔，它是这样子。哦，这样就是它另外切，扣开，那就拉开了。哦，这边帮我，好，帮我切姜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切越细越好。好，越细越好。哎、欸，不要勉强哦。可以，我没切过，可以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没切过。你手是不是留着？应该要弹钢琴，还是我来用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我手只是打小孩。别打小孩、啊。你看捏先生吧。好。哎、欸，这样子可以吗？这样子这样够饱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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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其实我还可以的，没关系。如果你可以的话，可以。我觉得我可以。要不要帮忙？好。你能帮忙什么呢？加油。加油！加油！你可以现在闻到明显的那个虾壳味。有哎。那我们待会就用这个虾壳的这个油来煮菜。要切两只姜还是一只姜？全部要切。两只都要。对对。这么多姜哦。对。那个姜是它辣味的来源。邱小朋友，如果你玩完了，可以换别人玩了。好好好，我切完这个换心灵姐切。对，你拿再回来好不好？好好好。因为一直看切姜也不是办法。来，我们这边请。阿基斯，当当当当，那边做虾，这边做羊，做羊，做羊。好了，阿基斯，菜名叫做什么？起司煎羊排。有点有萝卜糕嘞，萝卜糕嘞。萝卜糕，我惊呆啊！惊呆啊！惊呆是什么？哦，电站下。垫底，垫底，那么等一下，我也会用萝卜糕跟起司一起煎，让你们做试吃。你们现在那地方真的是山好水好。哎，那边很干净啊，没什么污染。对，而且真的。动物比人多太多了，动物的地都比人还多。也不要羡慕那边，他们有纽西兰，我们有宜兰呢、啊，我们的宜兰很棒。也是，整片的肉下来了啊，那我先放一下。那么这一个肋骨还有筋皮的肉呢，我丢下去煎，直接切肉，没有加油啊？不用不用，我有油了。来，雨欣啊，就让你动了，这个难度高的，你把它拿个钳子啊，那么拨一拨，让皮油出来，我再用这个皮油去煎萝卜糕，然后把 cheese 放进来啊。我切成这么薄，因为它不能够抢了主人应该表现的一个特色嘛。说的对。哦，来，这个碎皮都要好，你好，你在中间这样子哈，化开。化开啊。嗯。不要化到那个锅子哦。啊，其实化完，化完了。没有没有，我这比划，你翻过来这边。还要再继续啊。这边再来来来来。你只要不切断都行啊，不切断都行。我有啊。那我待会儿呢，会用个小刀子把这个肋骨里面这些煎过的筋皮肉呢剔下来，嗯，可以嫩 Q 嫩 Q 啊呢，让你们吃到这个肉也吃到这一个肉，越来越多了啊，越来越多，是啊，是越来越多。摕起你的肉棍，让你爽快一点哈，爽快。来煎菜头粿了，安尼哦，这无功夫嘛哈，来你就放着。好。这样你就好吼，免拢白起，免拢白起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来剥个几片来。要几片？这个要翻面吗？当然要翻面了。现在吗？你可以稍微用个锅铲哦。嗯。偷偷看它下面焦黄了没有，然后锅子摇一摇，晃一晃。哇！就精彩了这个。直接把它剃下来。对，就剃下来。那我们待会回来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好的，好的，好。里面有花椒油，花椒油有桂皮，桂有姜，有葱。香。那就是把蒜放进来。哦，好香哦，好香，好香。这是哪一个地方的做法？比较偏湖北啦。
好香哦，闻到那个虾的味道。你为什么搞三只虾水煮？对啊，让你们试吃啊。哦，对啊。八角两颗，三颗，大概两颗就够了。然后丁香来一点。丁香。丁香。哇，好多香料。草果。草果有拍过吗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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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，对，豆瓣酱进来。哦，豆瓣酱酱多。对啊，超香的啊。哦，那个很刺激耶。哎，这个把面下一下，然后拌这个油应该就很厉害。它是直接就冲到鼻腔黏膜那种。你那里面又是什么？这胡萝卜末的糖。糖跟芝麻。辣椒粉。对，辣椒粉。糖和芝白芝麻。对对对对，就这样。对对对，糖只是为了让它的辣度。你看，哇，这都超难的，那是辣椒粉，辣椒粉，干辣椒粒，对不对？对，干辣椒的吸引力，然后再加辣椒粉，哇，花椒，哇，这看起来就是超辣，哇，天啊，那不是我的问题，为什么是他冲他，他倒他？如果它倒进来，因为它油温很高，它倒进来的时候，它的辣椒会苦掉，会烂掉。它现在把所有的油都吸进去了，然后它现在还是有在加热。这边的温度是油温是很低的，再把它放回来。哦。然后再用小火慢慢把辣椒素给煮出来。哇塞，好惊人！要开火吗？那儿要，但是我怕，因为现在辣椒进去，待会要固嘴，所以我先让你们试吃，待会我再慢慢来熬它。哇，来，就各位，你们，开灯。海陆大餐你买到，这次试吃几人吃？三。没有，没有。海陆大餐你买到，这次试吃几人吃？二。没有。哇，这么多。海陆大餐你买到，这次试吃几人吃？三。有了。Yes！ 你确定等我们？好。对，看到。海陆大餐你买到，这次试吃几人吃？二。哇！先送你走了。哇！对啊。对我们真好，我们不能大意。一二三，来，海陆大餐你买到，这次试吃几人吃？三，没有。海陆大餐你买到，这次试吃几人吃？二，加一点。海陆大餐你买到，这次试吃几人吃？二，耶！要赢了，要赢了！等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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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，完了！准备二，等你有班长。开始，海陆大餐你买到，这次试吃几人吃？二，有。哎 ，PK 了 ，PK 了 ，PK 了。一跟二跟零，心理学，心理学，零一二预备，海陆大餐你买到，这次试吃几人吃？零。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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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绝对有在聪明哦，有在欢场混过的。我是不太给你们吃主食材。对啊，对啊，嫩哎！那因为你们现在所吃的这个虾，跟待会它呈现出来的虾完全不一样，是完完全全不一样，很甜，真的很甜哎，完全没有调味。妈呀，这虾也太好吃了吧！虾好嫩，是不是全新体验？对，不是龙虾，对，完全不是那些。而且真的，我觉得它很被大海保护，它那个海的味道好浓。对，而且其实它也没有那么像明虾哎，它比它更软一点点，更甜。好好吃，好好吃哦！而且它是很扎实的肉，嗯，而且好清甜，对，可以浪费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它其实这样的基本的调味就已经有了。它不是吃那种很多肉，对对对，它有一种灵气、清灵的感觉，精致的灵气都来了，吃的空灵感，对，空灵感。这里面有加盐哦，嗯，精致，它味道稍微重一点，重咸。我要喝奶了哦！有吗？重要的事情忘记了，其实牛奶也是成本的，我怎么就这样？最高是十二嘛，哇，十二，不是说不要玩食物吗？十二，我先，十二，十二，哇，十二，十一，给你们一个痛快，哈哈哈哈哈，多的都是多的，很大哎，超大号嘛，来喽，陈哥来喽，三十二，哎呀，十一，十。不要让你跟压力那么大，我们俩各三杯，你这样五杯，这样可以吧？可以啊，这样可以吧？好，可以吧？好，我们各三杯。好，那你要不要帮他？你自己决定。好，要不然我喝好多，十一杯耶，好强的哎，这个三杯的，还好刚都没什么吃。下一局我帮你喝三杯吧。真的假的？对吧？那么闷啊！他刚刚在，他刚刚试的时候太辣，很辣很渴，是不是？哇塞，还是口渴。你爸喝了三杯，所以他喝的比我们俩还要少。哎，我喝太多了，你喝过超过了，我喝超过了。你喝几杯？
两，这是第三杯嘞。那你喝超过嘞？那你记杯记一杯啊。我们喝十二杯嘞。你夸张，等一下扣掉一杯。可以扣，也是中间加辣椒。这辣椒不能一开始就用冲进去的吗？这个是慢慢，它其实只是增加它的味道，它不会辣，还有视觉啦，还有视觉，它那个视觉啦，嗯，就把这些，因为芹菜还是有香味进来，嗯，再把芹菜放进来。爸爸，你拿吗？好，好像在煮巫婆汤哦。巫婆汤。好，那我们到隔壁阿基师也有试吃了。是啊，好哦。萝卜糕加起萝卜糕嘞，萝卜糕，这个是萝卜糕哎。萝卜糕，很像哇，本来是四片的，用起司把它叠在一起，粘在一起。阿基师，你上面有加什么东西吗？九层塔啊，九层塔，一点点蒜啊，那么自然起司的咸味。来啦，我们现在1-1对不对？最后抢三赢。对，团体奖那一桌的。三罐酱、三只锅，还有三袋米粉，全部带回家。哇，想要哦，超想要！所以5-3，压力好大哦。先拿强二胜听牌，好，来，到你了，听牌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海陆大餐厅麦道，这次试吃体验是三。哇塞，海陆大餐厅麦道，这次试吃体验是三。没有。海陆大餐厅麦道，这次试吃体验是二。有。哎，二，来，你的队员永远在你身边。我不是那个废棒了。下一位是中心女性，预备，开打！海陆大餐厅麦道，这次试吃体验是四。果然是欢场会玩。我这一定要举，哇，你好强哦！来来来，这海盗四中哎。对啊，太难了。预备，开打！海陆大餐厅麦道，这次试吃体验是一。呀、yeah. ！海陆大餐厅麦道，这次试吃体验是二。耶！好强啊！好强啊！不要你再加油！好强！我根本不用玩。阿拉斯贝，开始。海陆大餐厅麦道，这次试吃体验是一。海陆大餐厅麦道，这次试吃体验是零。错了吗？对不对？你要仔细看哦。我们先庆祝了，耶耶！不用担心，你们刚刚有记一杯，对啊，不用担心，不要紧张，喝一杯。哎，有什么好吃？沮丧哦，香香哦，哇！但已经不是吃不吃的问题，对啊，怎么会这么笨？它的香味香哦，谢鸡啊，不香，它有点像薄片披萨的那种感觉，对，有。不说你会知道它是萝卜糕吗？不说真的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，它完全不有哎。嗯，我觉得它旁边这个啊，它这个硬硬的好好吃，我觉得你把cheese弄的那个干干的脆脆的，而且它中间软软的啊，吃起来也有一点点像是那种干贝的那种软度的感觉。真的假的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浮夸，真的。哎，你刚刚的行为，他是浮夸，不是胡瓜。下一位，不要乱说。默契好好哦。下面一位，你们俩除了会搞笑会干嘛？输喝奶，特别会喝奶。等一下，你表现机会都到了。来喽，来我喝奶来。啊，这是六六。夏雨欣来了，来了，大魔王，行，夏雨欣，哦，3-4-6 OK， 三，五，追他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来十，刚好一人三杯，三，四杯，漂亮吧？一人一杯，舒舒服服，好不好？为我们的胜利铺路。嗯，接下来要连胜两场。好啦。哦。来，一杯。我有点饱哦。有点饱。一点点的肉桂粉，一点点的黑胡椒。那么把切好的这个羊里脊肉片呢，就这样子贴在上头。这边的还在炼油啊。我还因为它还有一点点这边厚的油还没出来，我想再多抓一点骨髓的油香了。那么cheese放下去的时候呢，不要热锅下，热锅下你可能手的熟练度来不及的话，一下子它就黑了。哦，啊，一下子就黑了，这个火是没有火的啊。对。
这个不是阿基斯不怕烫，我们刚刚你放的时候，我们都看一下，确定到底有没有火。再做一个补强的动作，撒一点点胡椒，胡椒一点点进来，胡椒粒啊，不要粉啊，粒状的话，这边的香度呢还是比较够。好，那么一点点的蒜末就在这上头沾一下。为什么底层先铺一层呢？我们出来以后，下面这边就有了。它有了以后呢，我就贴在这个起司上头。哦，一片贴一个。对，就比照刚刚萝卜糕的方式。哇，那等一下呈现的时候，就跟您试吃那个萝卜糕一样啊。哦，所以就是要再盖。好，那么铺层以后呢，再来开火。嗯，小火吧。中小火，中小火啊。那么接着下来呢？有。来。贴在上面贴整齐了，麻烦盖着是不是？哎，对，盖住那块肉啊，帮他盖被子。现在主演翻滚吧，阿达，来，哇，夹心，这个盖的感觉特别好，贴整齐啊，感觉好疗愈，舒服，很疗愈。所以刚才的那个萝卜糕，现在就变成了羊肉他本人了。对，那现在呢，这个刚刚在补的这个油呢，我就哇。好像煎蛋哦。对啊，那现在加锅盖。加锅盖啊，火呢我再收慢一点，因为锅子的余热呢足够把它煎焦香的就可以了。肉也会熟。谢谢。它就是算完成了是吧？哎，还没有呢。锅还有，那我再带回来。好的。OK。再不是好的。料沥出来之后，我先用油要过这个虾子。哇塞。哇。不得了，这真的不辣哦！不辣，看起来就超辣。它就是香的，它真的。你这不辣，不辣。哇塞，这要有点力气才能做这一锅哎。你一定可以。我手无缚鸡之力，我只能拿筷子而已。谁说你以前不送瓦斯的吗？长得好喜气哦！对，而且红红的，你不觉得？来了，淋上去了，哇！噔噔噔噔噔！哎呀，干哥，超强的！哇！油焖熬虾汤完成了，超强！好，我们待会就弄它，吃它！掌声鼓励，非常好。来，阿基师组装这边请。好的。阿基师是。哦，年糕还是会跟这些。我后续的补一点油，因为已经被我吸干了啊。被你吸干了。那这边我把这个肉桂叶的、玉桂叶的加进来，稍微简单炒香，提一个味道而已啊。它等于是我们今天的那道小羔羊的一个，像是side dish一样。没错。哇塞！哇，那个是什么？它被 cheese 整个包了。有想要 cheese 可以那当饼皮在用，这样子做下去是真的，而且超香。那我现在对这上头了，我把九层塔撒上来，蒜末补一点，人家 cheese 都是包在心里面，它是直接外皮对，多奢侈。哦，这是不粘锅才做得到的哦。哇，聪明。那现在呢，底层把它拉凝固了就 OK 了，啊，肉也刚好熟。看起来真的是表面上看起来是蛋，里面是小羔羊。哇！就是哪根蒜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香气。对，没错。再补上这个黑胡椒粒的话，就功德圆满了。功德圆满了啊！那么也不要煎太久，避免它会焦苦啊。我把蒜煎在铺天盖地。那其实我们呈现的都是只容你手，只容你口不容你手了啊，让大家吃得开心啊。阿内德，好，来，阿内德。完成了。哇，好美。哇，漂亮。哇，你看，除了好吃之外，还有视觉上的感受。还有用什么样的盘器可以增加它好吃的程度？对，
有些人都觉得那个盘啊、那个碗啊、那个碟、啊，对对对，就差了一点。对，跟老师傅学做菜呢，不是强调色香味而已，嗯，还多三个字：形、气、音。形气音，还有造型，还有器皿，还有搭配的音乐，对，还有搭配菜肴产生的音响。哇，好比说切切丢啦，噼里啪啦，嘴巴里面铁板还会，对，咬到嘴巴里面卡哧卡哧啦，诸如此类的那一种音。那锅巴虾仁啊，上来就啪。后来，来再古白吧，底下哈。啊，那鬼嫩鬼嫩嘿。哦。啊，细细的羊排肉嘞，里脊排。好，谢谢，完成，完成，谢谢羊排，没有想过是这种。好，有新人顶级的海陆大餐，嗯，今天呢用了小羔羊，还有我们的那个鳌虾，两道海陆大餐，准备上桌，准备吃成品，第四道从你开始了，好。我们先吃阿基斯的 cheese 煎羊排，嗯，再吃油焖鳌虾，好好。我们他们听牌咯，没错，我们必须必须输，赢，啊，让我们赢。你干嘛欺负我闺蜜？你干嘛欺负我闺蜜？你先走开！你看长得好好的，怎么讲话这么想脏话？必须输，必须赢。对，你开始哦。我们好好，哎，开始。海陆大餐你麦到，这次是自己来吃三，没有。海陆大餐你麦到，这次是自己来吃三。海陆大餐你买到，这次是自己人吃三。没有。海陆大餐你买到，这次是自己人吃三。有。哎呀。先对过去，先对过去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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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五雄开始。海陆大餐你买到，这次是自己人吃二。哇。有还有默契。来来来。对啊。开始。海陆大餐你买到，这次是自己人吃二。哎呀！海陆大餐你买到，这次是不是居然是一？最后了，最后了，最后一点了，对对对。就让我们了嘛，就让。对，来。海陆大餐你买到，这次是不是居然是一？有。哦。哇。你 K 了，一样。我懂，我懂。一二零，一二零。总经理，预备，预备，开始。海陆大餐你买到，这次是自己人吃一。没有。海陆大餐你买到，这次是自己人吃零。哎呀。海陆大餐你买到，这次是自己人吃二。耶！要爆啊！好紧张，好紧张，这怎么会有呢？好紧张，好紧张。零，可惜。Yeah, 我们没有锅子，开心没有了，完全没有。试用一下。哦，你的蒜头下的太好了，它蒜头是会有辣味在的，那个有点深深的蒜头，感觉肉超嫩。嗯，我完全跟刚刚不太一样，嫩吗？它是咬下去就直接可以拉开的。哎，它的羊肉，居然不会软呢，而且没有什么腥味。很好咬。它是它肉真的熟了吗？熟了，熟了，熟了，很好咬，非常好。好嫩哦。那跟小羔羊的关系吗？对，小羔羊的关系。我是因为那个无坚不摧的嘴。好好吃哦！但不是中餐的料理来说，你但用小羔羊排，你只要腌了之后过油，它就够嫩。但这个没有过这个步骤，但它等于它嫩的程度跟过油的嫩度差不多。哦哟，你就知道，我可以讲慢慢把它焖到它熟。我可以讲到它的骨头吗？它骨头很像我们吃那种日式料理的一夜干，然后片开之后，你中间那个烤完之后，它中间那个鱼骨头拿起来，它旁边还有肉，但是会有点脆脆的，然后你把它吃下来，那感觉好厉害。你厉害啊！你拿。羊骨头，掌声鼓励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还有六，还有，来哦，有，好快哦，六六四四，十十十三三三，三十，哇，十耶，哇，天哪，姐姐跟十一好有缘哦。帮我们喝一杯，帮我们喝五杯好不好？帮我们，我帮你喝一杯，我有点渴了，谢谢。你们喝三杯，那我们就九杯，一人三杯。我可以再帮你喝一杯。对啊，来这个，哦，好渴哦。好，我是他们拿到整桌的，我也会愿意帮你喝啊。那给我一包。这个，给我一包啦。
油焖熬虾，嗯，非吃不可吧？非吃不可，非吃不可，非吃不可。他看一下，换我了，换我了。好，好，没，开始。海陆大餐明白照，这次是自己人吃。三，哎呀，够了。海陆大餐明白照，这次是自己人吃。五，没有。五太吃，太明白照，这次是自己人吃。四，有，中的话，哇。先给你，先送，先送，先送，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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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下一位，对，开始。海陆大餐明白照，这次是自己人吃三。没有，没有。海陆大餐明白照，这次是自己人吃三。哇，这么少。海陆大餐明白照，这次是自己人吃二。没有，没有。海陆大餐明白照，这次是自己人吃二。有，有。哇哇哇！又没有关。哇，好想吃到！他打掉啊！好，我来个二，四个人，四个人，预备开始。海陆大餐明白照，这次是自己人吃一。没有。海陆大餐明白照，这次是自己人吃三。有。Yes Yes。海陆大餐，海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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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餐明白照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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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急不要急，要急的 ，focus， 冷静，平常心，平常心，慌了，不要再 PK 了啦。他慌了，因为我最近观察他好几年。可以可以 PK PK， 他的慌乱是看得出来的。真的真的吗？开始。海陆大餐明白照，这次是自己人吃一。好了。海陆大餐明白照，这次是自己人吃二。没有。海陆大餐明白照，这次是自己人吃一。有。是起来吃一，哇！最好帅，太帅了，太帅了！你们两个真是邪门呐！哇！钟小姐真的是，钟小姐你娶妻前生子后运气都特别强哇！哦，光吃到那个姜都崩掉，哇！好了，这姜好厉害哦！油了，酱好厉害哦！油了，油香到不行，光到沾到那个酱到你嘴巴里头就已经够升天了。然后那个虾肉再下去，而且你为什么不赶快去升天呢？我太重，没办法，只能往下沉。然后很妙，我觉得它这个肉还比刚刚那个水煮的肉还嫩，对，因为水煮肉其实是有扎实感觉，外面有虾的那个膜在那里，可这个就是感觉它已经那个。凉了，对，啊，那真的吗？重点是还是可以吃到它的甜味，对，虾真甜呢。阿基师怎么说？他下那个酱所做的引味啊，嗯，因为酱一进来以后，拉台的就是麻的效果，麻的效果一上来，你就会感觉到那个辣的一些风韵呢是犹存在口腔里面的。那这么样的一锅呢，真的是很好吃，油焖熬虾，太好了。怎么办？不要再洗衣啊！好，有了。终于出来的新朋友了，哇！又是屎哎！打打打！哦，对，哦，五杯。你们吃那么辣，要不要喝？其实我可以帮你们，我也可以喝，我也可以。那真是太好了。你们三个就各拿一杯吧，来。大家开开心心的啊，干杯干杯。我们只想配饮料。各拿一杯来，快点快点快点。果汁吗？然后果汁，干果汁。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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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祝三祝三三爷超级卖，超级卖超级卖超级卖，耶，超级卖，我有点想吐奶，对，没事， attention， 我 attention， attention， yeah， 11月24号正式发行我个人第一张的音乐作品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，然后签唱会的讯息都会在我的粉丝专页跟网站都可以找得到。好，这是我们四位来宾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型男大主厨，祝所有喜欢吃纽西兰好山好水的食物的朋友，天都羡慕。晚安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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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秒计费求救很贵，10000元挑战赛，不止时间金钱超宝贵，还得找到对的人来求救。宴客指定赛10分钟可以随时买求救，口头交10秒300块，师傅帮忙做10�秒500块，坑人啊！这个花个1500，请他去再去做个30秒，好不好？30秒，你希望他做到哪里？你就做到成盘就好了。觉得合理吗？哇，这油下子，光这个你就赢了，这个很太强。哇塞，厉害了。再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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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了。重点就是重点，重点大鸡翅啊！等一下，我这里有2000块，鸡翅你不能过去了，我要你。你要五 T 啊？阿鸡翅。
你刚刚在那边很快。哎，加一个搞几千就搞了，要再加钱吗？再加钱，再加钱。一千五了，加五十秒了。说五十秒啊？要几杠哦？嗯，就马六呀。哎，就马六呀。快点啦！不啊，给人拍拍。好的，时间到。太好了。你什么都没讲，你给我摆起盖，给我摆起盖。马俊啊，阿基师师，吴秉辰，颠掉哇！更多的精彩内容，请锁定《型男大主厨》。